兄姐妹早安，让我们一同从座位上面起立，好不好？请你先去找三个人，跟他说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一起敬拜神。 Amen。 每一次的主日我们都很欢喜快乐，因为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要领受他的祝福。 Amen。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鼓励你要带着一个最热情的态度来到他的面前，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敬拜的时候，上帝就要将他的恩典跟祝福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men。 跟你旁边说，上帝要祝福你。 Amen。 弟兄姐妹，你相信上帝今天要将他的祝福充满在我们的当中吗？ Amen。 你准备好要来敬拜神了吗？你准备好在敬拜当中要经历神的恩典了吗？阿们。好不好？等一下数到三的时候，我们将最大的欢呼掌声献给我们的神。预备好，一二三，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阿们。主耶和华，
赞美主生命。罪无全被洗洁净，我心激动不已，喜乐地敬拜主生命。宣告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爱如泉源，不停涌出来，不停涌出来，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热情的态度来到上帝的面前，阿们。今天早晨当你敬拜的时候，神就要将他喜乐的灵充满在你的身上，阿们。好不好，让我们热情的来敬拜，让我们尽情的来跳舞，阿们。跟旁边的说，尽情的来跳舞，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早晨当你来到他的面前敬拜，神就要将他的恩典更多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阿们。热情大声的来敬拜，阿们。一起来唱，就问我生命，大声的来赞美，好吗？一起拍手，喜乐地赞美主生命，哈利路亚。罪无权被洗洁净，我心激动不已，喜乐地敬拜主生命。一起来唱，在我的里面，在我里面，爱如泉源。Thank you.
神能满足你一切的渴望，神能满足你一切的渴望。Amen。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相信我们一切的需要他能够为我们来成就。 Amen。 更多的将你自己献在他的面前，更深的来敬拜，更多的渴慕他在我们的当中。 Hallelujah， 一起来敬拜他。你总是为我们征战，天使四面围绕我，我心欢喜，我相信得胜冠冕属于你，我的帮助，我的盾牌，我的救主和良友，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主你的圣名，主你圣名何等伟大，与你同在不惧怕，匍匐敬畏在你面前，得胜冠冕属于你，愿你荣耀充满圣殿，愿你能力来掌权。你愿得知我生命来敬拜，举起双手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你胜过一切。我心欢喜，我相信得胜冠冕属于你，我的帮助，我的帮助，哈利路亚，我的救主和良友，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唱主你的圣名，主你圣名何等伟大，与你同在不惧怕，匍匐敬畏在你面前。得胜冠冕属于你，愿你荣耀充满圣殿，愿你的力来掌权，你恩典赐我生命来敬拜。大声的宣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相信上帝能够让你胜过一切的风暴。后面的都没有举起手来，上帝要让你胜过一切的风暴。有多少人相信上帝今天要带你胜过你的疾病？上帝要带你胜过你经济上面的压力。你要相信上帝要带你乘风破浪，胜过一切魔鬼丢在你前面的难处。今天你举起你的双手，你要相信我们要展翅上腾，上帝要带着你。今天我不管你带着什么样子的问题来，留在这边不要带回家了。数到三，我们喊三声主啊，大声的向主来祷告。后面弟兄姐妹大声的要向他来祷告。数到三，一二三，主啊，主啊，主啊，赞美耶稣，耶稣，我们真的是向你来祷告。
来求，带领我的弟兄姐妹，让他们看到那一个荣耀，看到那一个恩典。上帝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耶稣，今天就求你来动工，奉耶稣基督的名，癌症现在就要逃离了，癌症要逃离了，癌症要逃离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你，赞美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捆绑住今天所有疾病的灵，所有的疾病要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癌症要离开，肺腺癌要离开，大肠癌要离开，肝癌要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胃食道逆流要离开，主耶稣啊，求你现在医治，医治那一个的压迫到神经的人，主耶稣啊，让他的背不要再痛了，让他的腰不要再痛了，耶稣啊，有人他一直在失去他的视力，左眼正在失去视力的，上帝求你现在来医治他，现在你医治他的眼睛，上帝啊，现在在网络上面有人正在观看的，上帝啊，他头一直会痛，他一直没有办法得到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一个的捆绑要离开。耶稣啊，今天有人工作上面他们一直卡住的，他们真的需要有一个恩典，他们需要有一个恩典，上帝啊，求你给他们恩典，就在今年年底之前给他们恩典。主耶稣，有人一直祷告要有孩子，这个月就给他们好消息，这个月要有好消息，谢谢你，赞美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如鹰展翅上腾，姐妹，已经看到了吗？我们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灵了。哎，拍掌，要大声的拍掌，给上帝欢呼啊！你能够想象吗？这么多的灵魂，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我们进入到最后、最后的、最后的这个的阶段，让我们要向上帝来祷告，要有更多的人要得救，更多人生命能够被改变的。我们要向上帝来求，像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就是一场特别的聚会了。下个礼拜的话是那杜明翰，杜明翰会来这一边，哎，杜明翰他会来这一边，会来这边分享信息。所以真的，我跟你讲，在过去哦，每一次 every time 我都听到，就是每一次我没有讲圆完，弟兄姐妹都会跟我讲同样的一句话，就是啊，我早知道要邀朋友来。你知道像张文亮听完之后，他就啊，我早知道要邀人来。然后简春兰啊，我早知道要邀人来。邱海正啊，我早知道要邀人来。然后我们杜明这个宋达明啊，我早知道要邀人来。小马啊，我早知道要邀人来。那你为什么不邀人就好了？哎，有没有真的？我跟你讲，每一次哦 ，every time。所以跟旁边说，下个礼拜要邀人来。下礼拜。我们来祷告，最后这一季，还有我们的 party time， 还有我们在这边所办的一切的小组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万民都要归向耶稣。Amen. 为我们教会的祷告，我们要看到更多的人的生命被改变。Amen. 我再一次说，我们不在乎教会坐满， Amen. 教会坐满真的很容易，我只要发一个广告说，下个礼拜只要你来的话，我会发1000元给你们，一定会坐满。一定会坐满啊，对不对？但是坐满真的不是重点呢，我们是要看到生命改变才是重点嘛。阿门。生命不改变来教会干嘛？来这边生命就是会被改变的嘛。阿门嘛。阿里山有阿门嘛。我们真的要相信，
生命可以被改变。所以我们再一次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的朋友来祷告，说上帝来，你来翻转生命吧，你来翻转生命。 Amen。 所以举起双手，我们为着我们的朋友来祷告，这一季的圣诞季我们来祷告，一二三，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就在这边向你来祷告，万民要归向你，生命要被改变，要经历到你的大能。圣灵啊，我欢迎你，圣灵啊，就求你来动工，现在就挪走那一切不幸的灵，现在就挪走那一切的拦阻，上帝啊，让我们能够来经历到你的大能，经历到你的大能。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耶稣啊，就求你来翻转生命，上帝啊，点燃我们，点燃我们的生命。昨天我听到一个的见证，我好感动，就是有人他们正在做这布道小组，那 party time 的这个，他们就在分享，他们就说他们第一次邀请不到人，他们邀请不到人的时候，他做了什么呢？他就回去认罪祷告。祷告什么？他带着他们整组祷告，他们就说，上帝啊，就可见在平常的时候我不是一个好灵舍，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关怀我身旁的人，所以我去邀人的时候邀不到人。我要说基督徒们，我们不是邀人的时候才要做他的好朋友，我们要一直成为他们的好朋友。Amen。 这个的态度要在我们里头被翻转过来的。 Amen。 Amen。 是24小时 7-11 的态度，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的金灯台。Amen。 在社会当中，人家看见到我们的时候就要说，这个人不一样，我想要跟他一样。哎，有 Amen 吗？ Amen。 他们要说我有问题的时候就应该要想到你，不是想到问题的时候就想到你。哎，有听懂这个的差别吗？OK， 所以可不可以为自己来祷告，说上帝啊，那福音的火点燃我们吧。阿们，福音的火要点燃我们。来，一二三，主耶稣啊，就求你来焚烧，焚烧在这里每位弟兄姐妹生命能够被改变。主耶稣啊，让我们有那个布道的灵，布道的热情，传福音的热情。谢谢耶稣，让我们出去，让我们的生命自己是被点燃的，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关怀我们身旁的人，去关怀弱势，关怀有需要的，成为最好的朋友。谢谢你，赞美你，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宝座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大声来宣告，有多少人相信今天是神迹的一天？有多少人相信你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坐下来的时候跟旁边人说，今天是神迹的一天。今天是神迹的一天。请坐。我们要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你第一次到我们的当中，等我们数到三的时候，麻烦你从座位上面起立，我们要能够来认识你，我们要能够来欢迎你，好不好？所以第一次来的新朋友，有人已经迫不及待已经站起来了，来，新朋友起立一下，可不可以？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可以吗？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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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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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欢迎今天来这边参加我们聚会，是我们的前新北市的市长，他今天来到我们这边，周锡玮的，我们以前前市长，我们欢迎他以后常常来这边聚会，好不好？欢迎他能够一起认识上帝，常常来这边聚会。 OK， 今天是我们这个月的第一周，也是我们领圣餐的时刻，欢迎所有受洗过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饼和主的杯。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请你等待，
聚会结束就可以帮你受洗了。OK， 我们鼓励你，你要受洗的话不用等到很久以后，今天聚会结束我们就帮你受洗，然后主的饼跟主的杯我们等一下就让你来领。如果你说有感到我真的好想要受洗，我真的有这个机会，今天聚会结束就有机会了，好不好？请服侍同工可以来。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次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为我而生，带我出黑暗进入光明国度，使我再次能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为我而流，宝贵是加上一次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是加的大能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是加，宝贵是加。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加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起立，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的，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当我们喝这杯之前，再次记得他是与我们立了一个永恒的约，永远不改变的约，他爱我们超过一切。 Amen。 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耶稣，谢谢你的恩典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每一次想到心里充满了欢喜。耶稣，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求你今天继续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Amen。 可不可以多找一些人，
多找一些人。我们是一家人，走进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最强的。再一次哦，找一些人来。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多找几个人来握手，可以吗？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说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Amen， 再一次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福音新闻。上周总共有32个小组在街头上进行募款活动。不论从早到晚，从淡水到碧潭，处处都可以看见举着牌子、穿着橘色背心的身影。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多走一里路，一起上街募款去。人生上半场的追求成功，很多人人生下半场开始思考，到底是什么意义。台湾世界展望会帮助亚美尼亚、罗马尼亚和波士尼亚最需要的家庭，透过提供柴火和防寒设备及修缮老旧房屋，改善当地弱势家庭的生活。爱不是在这里，爱也不仅仅在这里，爱是在我们的行动里面。还记得去年圣诞节前夜夜与天使的精彩故事吗？那你绝对不能错过今年的七号小旅店。今年亲子剧场的时间是在12月16号和12月17号，场次共有3场。11月5号开始锁票，每人每场限定8张。看完戏剧之后，还有好玩的游戏嘉年华等着小朋友哦。相关资讯请洽02-6628-4530杨姐妹。2018的访韩社会开始报名喽，还没有去过的弟兄姐妹，赶快跟着教会开始这段灵命成长的旅程吧。访韩社会的时间是在明年5月13号到19号，11月19号报名截止。每个人的费用为21000元，报名定金为3000元。今天主日会后就赶快去联合柜台报名吧。大家好，我们是没听过乐团 ，Hello， 然后我团员变白了，对对对，但是我们今天是要来献一首诗歌给上帝。那今天我们要带来的这首诗歌叫做 This is Amazing Grace， 是何等奇妙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是给在座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所以我们要献这首诗歌给大家，也邀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敬拜。Who breaks the power of sin and darkness? Whose love is mighty and so much stronger? The King of glory, the King above our kings. Who shakes the whole earth with holy thunder? Whose nether's breathless in awe and wonder? The King of glory.The King above all kings. This is amazing grace. This is unfailing love. That you would take my place. That you would bear my cross.
You laid down your life that I would be set free. Oh, Jesus, I sing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for me. 谁从混乱中领我回正路？是孤单生命成为是儿女，荣耀的君王，荣耀的耶稣。谁统管列国，以真理公义，在他荣耀中闪耀如光明。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何等奇妙恩典，何等无尽的爱，甘愿付上代价，为我承担十字架。你舍下生命，是我的召释放。哦，耶稣，我歌颂你所做的一切。耶稣，你配得尊重，在生死王羔羊你配得。耶稣，你配得尊重，真是王羔羊你配得。耶稣，你配得尊重，真神是王羔羊你配得。耶稣，你配得尊重，配得配得你配得。耶稣，你配得尊重，真神是王羔羊你配得。尊重，人生是王羔羊你配得。耶稣，你配得尊重，人生是王羔羊你配得。耶稣，你配得尊重，配得配得你配得。 This is amazing grace，你所做的一切。荣耀归给神。哎，好吧，我们就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可以吗？ This is amazing grace. Come on now, 来。何等奇妙恩典，何等无尽的爱，甘愿付上代价，为我承担十字架。你舍下生命，你所做的一切，何等奇妙恩典，何等无尽的爱，甘愿付上代价，为我承担十字架。你舍下生命，是我的召释放。
所做的一切。阿门。阿门。我们一起来做我们今天的信心宣告，好不好？来，我是口甜、脸甜、心甜的人。我们有，我们要建立健康、行善、宣教的教会。我是一个，阿们，请坐。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要报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施工。那在外面他们都有带着这个的牌子，这是一个英文小组，如果你读不懂这个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你就不要参加这个的小组，好不好？就是你说贡献啊，这不属于你，好不好？但是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个英文的小组，那你有兴趣，你想说我要参加，可能你是从海外回来的，你是我们的海归派，那你就可以到那边去参加这一个的小组。或者是你一直觉得你的英文不错，如果只是自己觉得英文不错的话，我也自己觉得我的台语不错的话，就自己衡量可以吗？好不好？就 我们想鼓励大家，今天在我们外面的话，我们的同工在那一边。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的主题，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头，我们一起做一个的祷告，可以吗？来，亲爱的天父，求你今天对我们来说话，在这简短的时间，用你的话语的大能来提醒我们，来翻转我们。谢谢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哎，我问你们，你们有没有怕的东西啊？有没有怕的东西？我觉得很特别哦。全世界里头，你仔细的去看，大家有很多的恐慌症，对不对？你知道他们算过，在百大恐慌症里头，大家最害怕的是叫做蜘蛛恐慌症。哎，你们怕蜘蛛吗？有人怕吗 ？OK， 雷姐怕了哈，雷姐怕。OK， 哈，蜘蛛恐慌，那有很多的恐慌症哦。有一个的恐慌症叫做恐慌症，你知道那是恐慌什么吗？恐慌，我觉得这蛮矛盾的。恐慌症，有一个的恐慌症叫做13恐慌症，就是你看到13，你就会恐慌，所以他不能过13岁生日。对，就看到13他就会害怕。你知道他们怕什么？有一个的恐慌叫做脚恐慌症，就是你看到你自己的脚会害怕，很特别哈。还有一个恐慌症叫做食物恐慌症，我完全没有这个的问题，你懂吗？上帝很早就已经释放我，在母腹当中就释放我，让我没有这个的问题。OK， 食物恐慌症，很多很多很多的恐慌症。我记得我小时候，那牧师可以作证哈，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个紧张，就是每一次牧师出去讲道的时候，我都会紧紧抓着他，我就会做一个祷告，我就说：亲爱的耶稣，请你帮助爸爸讲到有能力，让他骑摩托车不要到大水沟，有没有吧？是我们每次祷告就是一直哦，就只要他出去，我都会说让他骑摩托车不要掉到大水沟，因为那时候我们中央新村外面还是那一个很大的那一个。我不知道那叫什么，就是一个很大的水沟在那边，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牧师骑摩托车的技术有问题，就觉得他会掉到水沟里头去，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恐慌。一生当中有很多的恐慌。那圣经里头怎么样子教导我们来面对恐慌呢？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熟悉的经文，但是希望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一起来看诗篇第46篇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要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不好？来，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兴，其中的水虽澎洪翻腾。等一下，大家是不是刚刚不知道那个两个字怎么念？我考一下，上一台大家都很诚实哦，有多少人不知道刚才那两个字怎么念？哇，这么多，你们比上一堂诚实。OK， 上一堂很多人，所以。我有做功课，叫澎洪。OK， 好吧 ，OK， 澎洪。好，再一次，第三节，再一次，来，其中的水虽
凡等山虽因海涨而战斗，我们也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个的避难所，因为会害怕所以需要有避难所。你看到台湾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些的地下室，你还会看到他们就写说这个地方是合格的避难所，这个的地方是安全的。因为如果你逃错地方的话，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就逃不掉了。但是我们就很奇怪，人常常跑错避难所，跟旁边说不要跑错。那当你跑错避难所就会带出一些的问题。第一个的问题，当你跑错避难所，就是会带出距离。大家说距离，你说为什么叫做距离呢？光为牧师什么意思？好，解释给你听哈。一对夫妻他们在开车，他们开车的时候就往这个垦丁开去，所以开去垦丁大街的时候，他们本来都非常开心的在车上聊天，就聊得很开心，聊得很开心，聊得很开心。但是开到垦丁大街的时候，突然间满街的比基尼女郎在那边走过来的时候，这时候丈夫突然间开始不讲话了。太太也就发现奇怪，丈夫的眼神从她的身上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时候太太就发现，哎，奇怪，义尊刚才在跟我讲话，现在怎么没有在跟我讲话了？突然间，请问一下，虽然在同一台车子里头，有没有距离了？有没有距离？上帝他说教会是他的心腹，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应该是看着神，但是当我们在世界上面突然间眼睛就外面飘来飘去飘来飘去，请问一下，你跟神之间有没有距离了？很多人就会说，我最近觉得上帝离我好遥远。有没有听过这一句啊？我问你哈，是上帝改变了还是你改变了？大家不知道哈，圣经上面说神会改变的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改变吗？所以请问一下，是谁改变？你改变还是神改变啊？跟旁边人说，我们需要悔改。有没有看见这个就是问题了？我们与神有距离，不是因为神改变，是因为我们改变。第二个会发生的是什么？叫失望。记得我说过，魔鬼他永远看起来是美的嘛，光明的使者，他看起来不会像魔鬼。我一直说魔鬼看起来像魔鬼就不是魔鬼，因为你看到他你就不会过去。就是每一个的陷阱都看起来像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不是吗？是不是？就是这个的礼物你看起来美得不得了，你就想要去碰一下，但是当你去碰一下的时候，问题就来了，你就掉入陷阱里头了，你就进入到那个的失望里头。因为你就发现奇怪，这个本来应该是让我满足的，为什么不会让我满足呢？比如说很多人当他们压力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寻找酒精。那为什么喝酒？因为戒酒。你们不回答变得跟我一样胖哦。戒酒，好，大家突然间怕了。有一些人不怕，因为他说，哎，这样子好像我还变轻了一点。 OK， 好，哎，戒酒消愁嘛，所以我们要喝酒，我们想说解决问题，所以早上遇见问题，晚上寻找酒，喝了酒之后感觉起来好像开心了一点，觉得压力少了一点，放松了。早上来的时候问题在不在？问题改变了吗？所以晚上又回去怎么样？再去寻找酒。但是你就发现到失望还是不失望，因为那不是力量嘛。有人喝酒来解决，有人说我压力太大让我抽根烟，哎，是不是就觉得烟能够解决这个的问题？有人压力大了就是说，哎呀，在这边的时候，我知道在这边大家都说我不喝酒不抽烟的，好吧，咖啡。有没有人说我早上起床一定要喝一杯咖啡？哎，有吗？诚实一点，有没有？就是我不能做任何的事情直到我喝一杯咖啡，有没有？
所以早上你第一件事情，如果你六点钟起床，第一件事情你不是去教会来晨祷，你是去 7-Eleven 报道买一杯咖啡，是不是？我们在寻找这一切，但是很多东西会让我们失望，因为这些不是那一个真正的力量的来源。有一个的音乐家，他就寻找人的帮助，这个音乐家叫做伊格纳西。伊格纳西他是一个出名的钢琴家，那他要准备第一次去演奏的时候，他就请了他一个的好朋友，他从波兰要到伦敦，他就请个好朋友非常另外的出名的演奏家，他就说麻烦你帮我写一个推荐信，就是我怕他们不接纳我，所以你可不可以帮我写这封信，然后我可以带去，这样子的话他们会比较喜欢我。所以他就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这个地方他没有用到那一封信，他的演奏非常的顺利，他就这个样子就一炮而红。那这之后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天在整理，过了好多年在整理，他就找到这封信，他就很好奇里头写的是什么，所以就打开了这一封信。打开了这一封信里头就读了，他这么写说，这个的人叫做伊格纳西，他是一个钢琴家，他是一个不怎么样的钢琴家。人会让你失望啊，是不是？你一直寻找到人，你觉得这个的人会救你，这个的人会帮你，永远都会让你失望。对不起，好，我讲这一句话，这个有些人听了会有一点难过，但是我真的要讲，政党会让你失望。阿们吗？政党让你失望，所有东西。所以我们教会一直讲说，我们要求上帝能够来改变台湾的，也真的失望，真的失望哈，很多东西都会让你失望。所以我们不是靠人，我们要说上帝啊，你来这边带来改变。不只是失望，是沮丧。当你走错避难所会带来沮丧，英文里头沮丧叫做 discourage， discourage 这个词就意思就是说你的勇气不见了，对， discourage 勇气不见了，泄气了，消气了，没有力量了。你知道失望在这一边的时候， discourage 的时候，你沮丧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沮丧的时候大概会带四样的事情，所以你就检查你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在这个沮丧的状况。怎么样子知道你已经是沮丧？沮丧会发生几样事情，我们是可以从圣经里头一个故事里头来看啊，列王记上第十九章，这是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他怎么样子来做呢？以利亚他做了一件的事情，他在这一边那时候他才刚打败了巴利的先知，但是突然间他开始沮丧，所以他就讲了第一个，他就说了一句话，他就说，我的天哪，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这是什么？自我形象的崩溃。当沮丧的时候，自我形象会受到影响，你会看你自己越看越不顺眼。所以有没有很多的人，他们一直去整容，整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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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鬼了一样，永远过万圣节，有没有？你想说，嘿，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的自我形象受损了，他失望，他沮丧，他沮丧的在这边的时候，他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样子的事情，非常非常非常的沮丧。沮丧会带来是什么东西呢？当你在这边沮丧的时候，会带来第二个。他在这边的时候，他就说，他就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就住在这个洞里头。你会怎么样子逃避？你会逃避于你的责任。所以上帝就会说，你在这里干嘛？他躲在洞里头。男人最喜欢躲在洞里头了，所以才有山顶洞人啊，对不对？我们就害怕躲起来，不要看我，不要跟我讲话，最好都不要来，自我形象，然后再逃避问题。然后他在做什么呢？他就说，因为你看这些以色列人都背弃了你的约，怪别人，怪别人了，开始指指点点，都是你们的错，你知道吗？我原本这么样子优秀的，但是因为政府的原因，所以我变这样子了。你知道吗？我原本会瘦下来的，但是因为做这一份的工作，就一直探访又要吃东西，所以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对不对？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我觉得我都是别人老师的错。妈妈的错，爸爸的错，
阿姨的错，爷爷的错，都是别人的错。哎，沮丧的时候会带出这个，会开始怪别人。然后最后一个，你就注意，他就说，他那时候说没有人在这边了，只剩下我。然后上帝就说，哎，你搞错了，我还有剩下7000个人没有去拜过的。会做什么？他会混淆事实，你看到的事实会被改变了，因为 你沮丧，所以你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沮丧，我们看到东西都有问题的，事实会被扭曲的。像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因为媒体说的，你就觉得好像是真的。 我还是要讲了，其实台湾还是不错的地方啊。哎，大家有阿们吗？我说真的啦，哈，因为有一天晚上的时候，我真的在祷告的时候，然后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跟上帝讲说，我好讨厌这一边呢，怎么这么烂，就这么多的问题，怎么这么多的难处？我就想说，上帝，你呼召我在这边，有一天哈，假如说你再呼召了我的话，我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但是那上帝跟我讲另外的，他说光伟啊，你有听到炸弹的声音吗？我说没有哎。他说对啊，还蛮安全的吧。你有听到枪弹的声音？我说没有。你害怕这个礼拜去聚会会被炸掉吗？我说没有。他说对啊，好像你仔细看一下还不错吧。我说对啊，上帝谢谢你，还是不要呼召我去中东比较好一点。哎，有道理没有道理啊？你转换一下你的思想，就是上帝会让你看见那事实哦。因为沮丧的时候，很多东西会被改变。那我们的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是什么？我们该怎么样子跑到对的地？当我们跑到对的避难所，圣经上面就开始讲了，当你到对的避难所，上帝会给你什么？他就说了，刚才我们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他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然后他就说，在第三节的时候，三岁因海仗而战斗，我们也不害怕。三个东西了，所以他就说是我们的力量、帮助与让我们不害怕。所以你仔细来看一下，他说第一个是力量，力量代表的是什么？力量代表的是能力，力量代表的是勇敢，力量代表的是一个力量在你的里头，是一个能量在你里头，这个东西叫做力量。所以圣经上面就讲了，圣经上面在以赛亚书，他就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阿们。我再说一次，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圣经上面讲的是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他们奔跑却不行走，却不在诗篇里头，他又说呢，除了你以外，我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哀惨。但神是我心里的，又是我的，直到口。我要说，勇气就是去做你所害怕的事情，因为没有恐惧就没有勇气。阿们。所以你说我会怕，很好，因为在软弱当中显出他的刚强。巴顿将军就说，他们问了巴顿将军，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出名的将军，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样子勇敢？巴顿就说，我不勇敢，我从第一次上战场我就害怕，但是我就要去完成我所需要做的事情。阿们。害怕没关系，跟旁边说害怕没关系，因为上帝会给你力量。你说哇，这个实在是太糟糕了，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一直有问题来，有问题来怎么办？戴德生非常出名，来中国大陆宣教的一个的宣教士，戴德生他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他们的船到了一段，然后就没有风了，没有风的时候，按着浪潮，他们就慢慢飘向一个的小岛。那小岛非常的危险，因为住的都是食人族。
然后做的是食人族在那边的时候，船长就跟戴德森他就讲说，麻烦你可不可以向你的那一个的神来祷告，祷告一下，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脱难。然后戴德森说，可以，我可以祷告，但是你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放下你的风帆。船长就说，没有人是先放下风帆然后再等风的，是先有风再放下帆的。然后所以他就说，我不会做这么蠢的事情。戴德森说，你不放我不倒。所以他就说，好吧，那我就把帆放下。放下这个帆的时候，戴德森就去祷告了。他就在他的船舱里头就迫切的祷告祷告。过了一阵子的时候，他就听到他的门在那边敲，然后就说，谁啊？船长就来了，说我是船长。然后船长就问说，请问你还在祷告吗？他说，对啊，我在祷告。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麻烦你不要再祷告了，因为风已经太大了。在困难当中，上帝会给你力量的。有的时候你遇见到一些难处的时候，你正在惊慌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与你同在。我就认识一个朋友的妈妈，连家恩的妈妈，我们都听过连家恩。连家恩就是那去非洲的那个的宣教师。连家恩的妈妈她就分享，她有一天被绑架，绑架了，她妈妈被绑架。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应该笑的哈。Okay, 他妈妈被绑架，然后他们就勒索他要转账，所以他妈妈就知道，就惨说该怎么办。坐在车子里头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说，对了，上帝是我的力量，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一定要呼求上帝。然后他妈妈是那种就是要大声呼求上帝的，所以在车上的时候，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开始大声的开始方言祷告，在车子里就在杀他妈。然后那两个的绑架的看到说，哇塞，我们绑架一个小就赶快把它放下来，然后他们就跑掉了。我跟你讲，虽然听起来好笑，但是我还是要说，困难来临的时候，你是先找人还是先找神啊？骗人 ，OK， 不要这样的骗人。我们因为我们真的都是先去找人啊，对不对啦？讲实话，是哈。求上帝帮助我们，去寻找他的帮助 ，Amen。所以第二个就变成是帮助了。所以在希伯来书上面就讲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样呢？ Amen。 他是你的帮助，就是因为他是你的帮助，他是你的力量。所以你记得我当时有讲说，大卫看到歌利亚的时候为什么不害怕？因为大卫不是看到歌利亚，大卫是先看到神站在他的前面，然后歌利亚他是需要先这样子才能够看得到歌利亚。你们懂我刚才在做什么吗？因为神在前面。 OK， 他们说他在拉筋，不是 OK 啊，神在前面，所以他需要他看大家都在害怕，他不懂，因为他想说，我的神这么大，歌利亚这么小，大家在怕什么？我要跟你讲，你的神这么大，癌症这么小，你在怕什么？你的神这么大，经济不景气这么小，你在怕什么？你的神这么大，干嘛要害怕外面的那些的风浪？上帝会带你走过一切的，他是你的帮助。印第安人他们要成为成人勇士的时候，他们的晚上就会经过一个的考验。第一个，他们会把他蒙眼包起来绑起来，然后带到一个的旷野里头，然后拿掉那一些的眼罩什么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在旷野里，在那个的晚上非常的恐惧。为什么呢？因为害怕他听到一点点声音，他就觉得是野兽会来吃掉他。但是那一整个的晚上他需要学习在那一边生存的，而不是恐惧。但是每一次他们就说，在早晨的时候，这些的印第安人的孩子，他们一看远远的地方，他就看见到有一个的影子站在月光之下，就是他的父亲带着弓箭一直在远处在那边看着要保护他。我说，常常我们现在正在觉得孤单，我们觉得害怕，我们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样子的事情，但是其实上帝他是不打盹的神，他一直张着他的眼睛看着你。阿们。
我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老大出生的时候，我就记得第一天晚上完全睡不着觉，我就一直看着他，一直看着他。我突然间了解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意思，原来上帝这个样子看着我，看着那个孩子，我要说，哇，怎么可以有这么可爱的孩子，这个的基因实在是太厉害了。对，就说怎么有这么可爱，他的爸爸不得了。但是我要跟你说，上帝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上帝就感动我，他就说，孩子啊，你看着他就跟我看着你一样，你说我现在50岁了，上帝还说 No， 50岁你还是我的 baby。你60岁了，上帝说你还是我的宝贝。你70岁了，上帝说我更爱你，因为我快要见到你了。哎，我是说真的啦，这不是坏事情。哎，对我们基督徒死亡不是坏事情了，没有阿们嘛？上帝说我好爱你，他就更多的爱你，又说我快要看到你了。你们完全都不敢阿们的。是事实嘛，对我们来讲，难道你不希望你 OK， 我每次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最喜欢的一点就是我真的都能看得到，有一天我们要走的时候，是你闭上眼睛哦，你闭上眼睛那一刹那，你再打开来的时候，有点像是小时候我们在客厅睡着了，小时候在客厅睡着了，爸爸会过来抱着我们带到我们的房间去，因为那是我们该在的地方。当我们一打开眼睛，发现我怎么在我的房间里头了，当我们有一天睡着了闭上眼睛的时候，再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说、原来爸爸你把我抱回来了，我终于回家了。阿们阿们，只有3个人拍掌、我真的跟你讲，越怜悯，上帝真的爱你，越老上帝越爱，因为他等你等了好久。你不要这样子笑了，我很认真，这不是一个算了。你看我们不怕死亡，为什么呢？因为在上帝里头是没有惧怕的，我们不惧怕。那说神是爱，然后他又说在爱里没有惧怕，在神里头我们是不会有惧怕的。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阿们。在罗马书第8章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段 这一下经文好不好？来，是神，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阿们。遇见到困难的时候该怎么办？你说你不惧怕，为什么不惧怕？因为不惧怕的一个过程，你要懂，当你遇到困难，不惧怕，有3个的原则。第一个的原则，你要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态度，你 有坐过飞机吗？有哈，没有坐过也说有哈。有坐过飞机吗 ？OK， 好，那坐过飞机的时候，有没有遇见乱流过？机长一定会开始说话，他说这是你们的机长，那今天我们等一下会遇见到一些的乱流，所以麻烦大家等一下记得请回到座位上面去，能够绑上你们的安全带，那请服务员来做安检，他们就来看一下，讲得非常的平稳，有没有？因为让你听到的时候你就觉得没事情，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机长永远你没有听过说我跟你们讲惨了，乱流来了，我跟你讲你可以绑安全带或者是不绑，反正没差。如果你会祷告拜拜怎么样子就开始吧，因为我们死定了。那种飞机千万不要坐哈，对不对？要有正确的态度啊，你面对到这个困难的时候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雅各书就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所以遇见到困难的时候好不好？好，又会让你完全。 Amen。 第二个，
他在这边的时候，他说你要知道困难不会太久，我们行善的不可上知，若灰心等到时候就要收成。困难不会太久，从来没有人坐飞机从桃园机场一开始起飞就乱流到美国，对不对？不会这么恐怖的，有乱流但是会结束。跟旁边说不会太久。第三个，你要与守望台连接，与塔要连住，一直保持那个的沟通。圣经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连着上帝你就会成功，不要紧张。就像是什么呢，一束花刚买的时候很美，但是我跟你讲只要摆三个礼拜就完全枯萎了。为什么？因为已经切断了，你摆在水里头也没有用。我们跟着神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我们就说我要离开神，离开神的时候你还活得还蛮好的，刚开始真的都还不错，但是你就发现到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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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量不见了。因为枝子不能离开葡萄树，上帝就说我要给你力量。很多人他们每次都会讲，就说哎呀，但是信耶稣的时候就是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一个。你错了，耶稣他介绍神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你去看，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约翰福音，你去看耶稣形容神的时候，他就一直跟他讲说你们错了，神不是你想象的，神不是一个这个凶巴巴的脸看着你，拿着一个大刀要砍你。因为我们一直觉得神明会是这样，他不是，他是一个爱你的爸爸，他是一个爱你的爸爸，要把礼物给你的。他就说空中的鸟儿不愁吃不愁穿，田里的花朵，你看所罗门的衣服都还没有他们的漂亮。他就说你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你能够了解吗？信耶稣真美好，所有的恩典都是为你我准备的，只是我们常常希望像小儿子一样走一下离开一下下，但是每一次走了之后你都会发现会失望会沮丧。所以乐团可以先上来，你看到没有，走错地方会带出距离、失望、沮丧，走对地方，力量、帮助，不再恐惧。阿们。上帝他今天要在我们这边做事情，你自己要做决定，你要做的是什么？人每天都在做决定啊，这就是人特别的地方。你决定要吃什么，现在你正在想说等一下聚会结束要去哪一家餐厅，你们正在想很多的事情，都在要做决定，穿什么衣服，怎么梳头。但是在这么多决定当中，我要说有一个决定不要做错，选对避难所。因为生命当中是充满了困难与苦难的，但是耶稣他说他要与我们度过这一切。 Amen。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起立，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神吗？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力量，我帮助，为主是避难所。一起来敬拜。大地虽会改变，大山摇动，大海翻腾，大浪颤抖，但我们
向上帝来讲说，上帝你要成为我的避难所，我要跟随你，你是我的避难所。数到三，我们一起来祷告，一二三。主耶稣，你是我的避难所，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保护，上帝你是我的医治者，你是我的得胜。谢谢你，赞美你耶稣，谢谢耶稣。主耶稣，我祈求你今天再一次带领着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是成为不一样的生命。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耶稣，我们献上我们自己。主耶稣，你是我们的避难所。谢谢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力量。谢谢你愿意成为我们的帮助。谢谢你挪走一切的恐惧。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与所有来的新朋友，让他们都能够认识你，要经历你。谢谢你耶稣，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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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祝福你旁边人说：“上帝是我的避难所。”上帝是我的避难所。如果你需要带祷，请到我的左边来，会有同工能够为你来祷告。如果你需要带到，请到我的左边来。